主要就是文凭有限呢，不具这个大学文凭，所以呢，我就一直就不是正规的老师。我很想能够尝试这个正规编制的。所以七星瓢虫是庄家的，什么？你们说，他是不是庄家的好朋友啊？是。想家，快过来，赶快过来，赶快过来！山里的孩子，他们因为和外界接触的很少，他们那种羞怯的、纯真的。 哦，那种眼神和笑脸，就会让你觉得，哦，他们就是很干净的，很干净的东西。古鲁生，他就是一个小小的优雅的乌托邦。他还没拿到，你还能帮人？好了，什么干？那休养训练哪两包来噻？你们这个不对，李老师。 怎么不对啊？这个咕噜水你们就通知了，你知道我们学校的款，还有40万8就在森老师那个地方，他把这个钱交到中心校去，他说我们在这边就擅自休学校，那干不去，你明跟他说，那不去就不允许他在这儿上学，那搞，你就是为了这个钱，你才告诉我，我没为你，对吧？你不要当着中心校的人这么说的，参加不管你是个管权，肯定不管你这个的。徐刚给我打，教育局不让我们在这儿继续待了。 我不是希望他们走了，主要就是他们把这个村民活动起来了，这点不好。再来跟我的压力太大了，上面的主管领导马上就下来。要是我实在在你待不了了，我也可以不待了。